对新郎一号跟新郎零号恩恩爱爱的。好，谢谢两位请就位。除了枪之外，有爱心之类的东西吗？两个人可以合比一个，一人一半之类的。你看，没有人要理你，林柏宏，好可怜。他就比半天，许光完全不理他。许光和林柏宏、王静主演的电影《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》七日举办首映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两位男主角的身材能不能满足大家。大家有说应该去里面就是开心第一排看，就是很爽啊。但是至于到底有多爽，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买票进戏院来看一下。透露一下尺度，就是肯定会比你们在预告里面看到的更宽，而且在大荧幕看就会更。更阿嬷说更肉嘛，更肉嘛，对，更肉嘛。那你自己拿身材来讲，会不会很开心？好像也习惯。首映礼除了现场很欢乐外，超多演艺圈好友都默默来助阵。喜欢小鲜肉的小 S 当然不能错过，这次还加码带了大女儿 Ellie 一起。Thank you.